据加沙地带救援人员20号说，以军当天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栋建筑，造成多人受伤，其中包括两名当地记者。加沙地带卫生官员说，20号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，包括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南部的拉法，造成至少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。